袖，谁摊开了卷轴，夜深月向前，年华向后，一个人哭泣，迎来一万人嘶吼，万千铠甲难抵三寸绕指柔，一个人皱眉，惹得一万人颤抖，火刑！对，火刑！好，我等着。你不会要我去投靠叶凡，对付李岩吧？你愿意吗？喂，叶兄。啊，告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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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一峰，王大侠有请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他就像使唤仆人似的给我叫过来，哎，就像这样，去去去去去，小七，去给我把叶凡叫过来。女儿就知道，爹爹是江湖上最最深明大义的大侠客。你呀，少跟我来这套！你要再跟那赵无忌胡混，看我不把你关进大牢才怪。师父，嗯。啊，哥，我回来了。小七姑娘，你也来了。呀，你看这外面刮的什么风啊？刮风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刮风，这谁把叶家的娇娇女给请来的？小七说的对，你有了婆家就不回家了。哥，我哪有什么婆家娘家的？叶凡，丫头这次回来是给赵无忌当说客的。如果你回来探望哥哥和师父的话，我很欢迎，但是如果你回来帮赵无忌说话，那就省省吧。哥，无忌哥哥他们是真心想同你联手，为什么你不能抛弃对他的成见，大家一起互惠互利呢？赵无忌这个人反复无常，他这样的性格，谁知道他会不会翻脸，跟李岩一起插我们一刀呢？再加上在扬州他刚刚损兵折将，输了一仗，恨我还来不及呢。是，他是恨你没错，可是他更恨李岩呢。他后悔了吗？这些麻烦是他自己找的。凡儿，你现在身为浩气盟盟主，一切要以大局为重，跟赵无忌的恩恩怨怨先搁在一旁，往后再说不迟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师父说的对，那怎么办？你说了算吧。你真的答应了？你虽然损失了一些兵马，可叶凡也会损失，战机不可失。兵法云，不与敌喘息之机，一鼓作气拿下江都城。我说九王爷，这次攻城我盟中的兄弟全部都是先锋，死伤惨重，死的死，残的残，你们神策军在干什么？隔岸观火，全身而退，毫无损伤，一鼓作气的逃避。但是这一次应该是王爷的神策军做先锋吧。
攻取江都，本来就是你们协派浩启盟的职责所在。我神策军只是助攻压阵，长你声威，何以能为先锋呢？好，那我去整顿一下。兵法有云，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，这些都是军事常识，我想王爷应该比我的更清楚。整顿是必须的，但你要整顿多长时间呢？我还不清楚，不过有件事王爷一定要知道，协派浩启盟全部都是武林人士，门有门派，帮有帮规，我想我还有每一个逐家逐户的去说服他们啊。我们这些武林人士全部都是乌合之众，怎么能跟王爷的神策军相比呢？是不是？王爷，你何苦和这些江湖草莽一般计较？早几日晚几日终归是武林大火拼的结局，咱们等得起。嗯，说得好，耗尽了他们，拿下江都，本王便要取他赵无忌的项上人头。赵无忌和浩启盟虽说一正一邪，水火不可兼容，但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最后得便宜的只会是李岩这个小人。五哥，为何不先放下成见，握手言和，待挫败了李岩的锐气之后，是打是和再说不迟。现在李岩才是最大的威胁。五哥说的没错，我想问问各位，如果李岩同赵无忌联手的话，我们就算死守江都城，又能守几天？10天还是20天？各位，浩启盟同赵无忌之间是江湖的恩怨，但若让李岩取得了江都城的话，接下来势必大唐江湖大乱，生灵涂炭，最后苦的是百姓。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应当以百姓的福利为先，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后面，请各位考虑。盟主，各位大侠，我也来说句公道话。虽说我也非常憎恨赵无忌，但是叶子妹妹说的话倒有几分道理。与其让李岩那老贼渔翁得利，还不如同赵无忌联手，至少我们也去掉了一个劲敌。至于赵无忌嘛，他不过就是一只跳蚤，被他咬几口不过是有点发发痒而已。等我们解决了李岩的老贼，再一手歼灭赵无忌。福儿，你是盟主，是战是和你自己决定。各位兄弟，麻烦你们分头行事，召集城内的所有民众，要分头挖掘地道，连夜不停，一定要赶到叛军下次攻城之前，将地道挖到城外去。遵命。军师，你是想利用地道运骑兵出城，待叛军下次攻城之时从背后夹击他们吗？军师，神策军素以骑兵擅长，协派浩启盟又人多势众，现在出城偷袭顶多能占一时便宜，一旦敌军站稳阵地回身袭击，肯定全军覆没。现在号召城内民众连夜挖地道，真是劳民伤财，徒劳无功啊。刘少庄主，叶庄主，盟主下令挖掘地道其实是另有目的，我已绘制好地道的草图，等地道挖到城外去，我们要暗留一个出口，以备我军可以随时的偷袭敌军。但是每一条地道一定要以宽阔为主，并且呢相互连成网状，距离地面不得超过3尺。军师，你跟我五弟这葫芦里
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云南先锋赵无忌听令。赵先锋，攻城就定在了明日清晨。本王的阵法同上次一样，我神策军箭手掩护你邪派好奇盟，强攻城垣，一旦得手，抢关落锁，迎接我神策军铁骑，长驱直入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本盟主这边还没有准备好。赵先锋，战机稍纵即逝，军令重如泰山，你还要准备多长时间？不要再指望本王有太多的耐心，更不要忘了在你身后督战的神策军铁骑。哼，这放屁！什么军法如山，什么神策军掩护我们，要我们做先锋就是让我们送死，让我们做箭靶子。闭嘴！传令下去，今晚做好准备，无论是攻城还是今晚跟李岩翻脸，都要等候本度最后的决定。遵命。王爷，盯紧赵无忌，关键在今夜，他若有反应，本王便先杀他个片甲不留。遵命。走。五哥，谢谢你肯帮助无忌哥哥一臂之力，他知道以后一定很高兴。你开口闭口就是赵无忌，你刚才不是说过这次是互惠互利吗？五哥，行了，我这次之所以肯帮赵无忌，是想尽快赶走李岩这个狗贼。但是你回去之后跟他说，如果他不好自为之，我一定会收拾他的。嗯，可以了。一路顺风。五哥，萧婉他当上了红衣教教主。哥，保重。赵先锋，你心浮气躁，莫不是不服本王今日一战拿下江都城？王爷，我一直都很期待你大显神威，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拿下江都城的。那也得看你邪派好奇盟打好先锋，可别是一群乌合之众，难当大用。你放心，我等先锋定当听候王爷调遣。嗯，看来赵先锋倒是识时务。下令吧。
王爷神策军的军备果然整齐，不愧是天下第一雄士。嗯，擂鼓，为将士们喝彩助威。先锋，你的人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他们得不到王爷神策大军的掩护，攻城真的难以奏效。神策军压上，攻城。叶凡居然不费一兵一卒就破了神策军的大阵，我们这些先锋还怎么打进去啊？你住嘴，让他们强攻城墙。传令，先头部队后撤，给神策军收尸。你是总舵主，这次李岩的神策兵损失了七八成，元气大伤。看这个老头还怎么在我面前作威作福。总舵主，为什么我们的人冲过去就雷打不动，但李岩的人一冲过去就天塌地陷了？我说米利古利啊，咱们的人是如何冲到城墙边的？我们的人嘛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当然是凭轻功了。哦，那李岩的神策军呢？神策军嘛，以马仗为主，万马奔腾，一拥而上喽。哼，那不就对了？叶凡抢在我们攻城之前便做好了手脚，他从城内挖通道直到城墙外，地道里地面的距离不多不少，恰恰三尺。所以啊，咱们的人可以过得去，而重逾千斤的战马便通通的陷了进去。这就是里应外合的问题。雪竹，说够了吗？这次李岩他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恐怕他不会就此罢休，我们一定要提防他，千万别中了他的计。总舵主，与其提心吊胆的提防李岩老贼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干掉他。消灭李岩只是易如反掌，不过少了李岩神策军的威慑，恐怕叶凡会趁此机会再掌握住江都，所以我们更要留着李岩这条狗命。
让他控制着叶凡和朝廷。等有朝一日我再重掌江都，重夺回东南半壁江山的时候，再拿他的人头也不迟。总督的英明。什么？这无忌小儿竟敢如此算计本王！王爷，在下有凭有据。往详细了说。一切事情全坏在赵无忌身边那个小叶子身上。小叶子？正是。在黄山，我同屈教主就觉察出是他设计谋杀了红衣教主阿萨辛，而且将唐家宝之女唐小婉推上了教主宝座，掌控了红衣教。而王爷这次江都惨败前，他曾突然消失过，现在看来是他秘密混入城中做的手脚。赵无忌同叶凡是死对头，他何意有如此大的能耐勾结城内的逆匪，构害本王？王爷有所不知，三大世家的藏剑山庄18年前曾因病猝死过一个女婴，女婴本为老庄主叶梦秋掌上千金叶静一，故此人人皆知。而现在推断，当是此女。叶静一因何死而复生，这始终是个谜团。但据说此女在恶人谷被王一峰养大成人。王一峰的养女？王爷应该清楚了，叶静一为王一峰养女，又视为叶凡小妹。那么这次城内城外的勾结，除掉此女，必须要除掉此女。肥良，你趁星夜火速赶往黄山召回曲云，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一定要给本王除掉此女，断绝赵无忌同叶凡之间的瓜葛，否则本王的大事休矣。遵命，在下即刻动身。王爷在神策军设大宴，特意请来了赵无忌，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下手的好机会。肥亮，我将他交给你，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吧？教主放心，肥亮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，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肥亮，这万毒蛛王奇毒无比，要是被他蛰了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活不成了。所以行事之前，将这小瓶中的药物涂抹在身上，便不会伤及自身。是，谢教主关心。我当然关心你了。你要是死了，还有谁替本教主办事？去吧。哎呦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！要不今天晚上我服侍你，世姐好不好啊？你说呢？哎，哼，哎，费木头，
我教你看着总舵主，你自己却喝得那么醉啊！你相不相信今天晚上等你睡着的时候，我把你大卸八块，然后拿出去当柴烧啊！啊！走开！老子今天高兴，就不跟你这小女子一般见识。够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李岩的老匹夫啊，对总舵主说了许多好话，还给我们敬酒，真可怜。那个老匹夫啊，在南方气数已尽，在北边日子也未必好过啊。哼，他不巴结我们总舵主，他巴结谁呀？你边去。哎，总舵主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对了，现在营里面的什么情况？营里面啊，安静得很呢，没什么事发生。来，我帮你按摩。小叶子没有过来找我吗？小叶子嘛，他有来过啊，不过没说什么就走了，只是看一下。他什么都没说吗？他没说什么。不过我想应该是跟李岩的事有关吧。那个臭丫头自作聪明，如果我杀了李岩的话，谁帮我收拾残局？我才没那么笨呢。对呀，如果没有李岩那个天策军呢，就便宜了叶凡那个小子了，他们呢还是会过来打你的。我看臭丫头啊，虽然在你身边，虽然在你身边啊，但我想她的心思却在叶凡那边。俗话说女人心海底针，总舵主你啊可要小心提防哦。坐下坐下，我要去找他。我帮你按摩，我帮你按摩。雪柱兄，我们送总舵主回去休息。我还要跟总舵主继续喝。我错了，不是我，废物啊。走，总舵主。你们，哎呀，总舵主回去啊。叶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来了很久了，你看你
睡得像一只笨猪一样。我喝多了。你呀，就知道喝酒，连我差点送命了都不知道。谁这么大胆？他呀，蒙着脸，我又没有武功，所以我不敢惊动他呀。看来我的叶大姑娘心里面已经有底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今天白天在帐篷里，我闻到一股我特别熟悉的味道。烧鸡的味道吗？你认真点好不好？人家都差点送命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哎，快说你闻到的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硫磺跟硝石，这个药味既刺鼻又强烈。我曾经只是在屈云的炼尸房中闻到过同样的味道。屈云，他为什么会在江都？他不是应该在黄山炼制尸人的吗？你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？他同李岩什么关系？你想想便清楚了。大胆，他居然敢刺杀你！他潜入到我帐中，应该只是视察情况，真正下手的应该是孙飞亮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李岩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让曲云制造一个杀你的机会。好吧，算你还没有被灌糊涂。叶子，你既然知道那是硫磺的味道，又知道曲云在捣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来找过你啊，你不是喝酒去了吗？所以我就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了。说起来，古都教的杀人手段我尝过了不少，不过这一次他们好像翻了一个新的花样，找了一只毒蜘蛛。要是换做普通人，这一只毒蜘蛛一蛰下去便一命呜呼了。不过是让他们碰上我这个百毒不侵的小义子，算他们倒霉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应该以身犯险，万一你有什么不测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那你就去后悔去吧。叶子，我知道你在生气，你气我没有把李岩这个老贼杀掉，不过你也不用以身犯险，拿性命来开玩笑吧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活下去。好吧，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叶子，这几天你不要露面了好吗？你要去对付李岩？不是，我只是不知道叶家大小姐什么时候又会再发疯，我要舍命陪淑女，陪你玩一玩，奉陪到底。一个人丢在这里，我答应你，咱们今世当不成夫妻，但是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娘子。哎，宗舵主，舵主，Oh.
好不好喝啊？好喝。那雀身再给您倒点好不好啊？啊，来点。来。教主。教主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属下亲眼看见赵无忌在坟前祭奠，叶静一已然入土了。那个臭丫头真的死了？好，飞亮，干得好！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背叛我李岩的人没一个好下场。这个叶静一入土了，那未免也太可惜了吧。有何可惜啊？这个叶静一本身三脉逆转，是个炼制傀儡的极好材料，上次在绝情谷本教主差点成功得手，却不料让赵无忌及时赶到，坏了本教的事。可是现在呢，我终于要如愿以偿了。嗯，飞亮，今夜再辛苦你一趟，把他从坟里刨出来，把他秘密带到黄山，供本教使用。是。好。你就再替本王多练几个傀儡世人，辅助本王。他日事成，本王就封你为贵妃。那妾身就谢谢王爷了。嗯。盟主，属下亲眼目睹孙飞亮带着伤逃回了李岩大营，要不属下这就召集人吧，杀李岩他娘一个四脚朝天。孙飞亮负伤，拼死要回到李岩的大营去，就是要提醒李岩这个老贼，告诉他本多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，所以我们现在找他算账的话，他一定早有防备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趁着他们今晚担惊受怕，我们准备冲走，在天亮之前杀得他们措手不及。我要这个李岩死无葬身之地。妙计，盟主，这真的是妙计啊。你撑着，
你中了暗器。宇文帝已经没死，是个假局，教主要提防。赵飞良，你先别说了，我带你去疗伤。教主，我不行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能侍奉教主了。飞良，你答应过我，说一辈子会守在我身边的，我不许你死，你不能死啊。飞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飞良只能来生再侍奉你。谁祈祷谁念咒，谁